好强哦，好棒哦，很厉害哦！首先，先恭喜大家拿下二军总冠军，很开心，但也很不开心。开心是因为大家都很努力，终于有一个成果，有一个结果。不开心是，对，我们没有办法去参与你们的事业，所以希望等到我们一军总冠军的时候，我们大家再一起把一军总冠军一起拿下。那我们包含一二军的总冠军，好，恭喜大家，谢谢。好，首先要恭喜我们的队友拿下二军的总冠军。那我也知道在二军很辛苦，太阳很大，然后要训练要比赛，那这是一个很甜美的果实啊，然后大家可以好好享受，那也不要气馁，就是可能还没有完成上一军的梦想啊，或是还没等到这个机会，然后我相信持续努力一定会让大家看见。是虽然今年刚进来，然后跟大家相处时间也很长，然后是恭喜大家在二军拿到总冠军这样子。那之后，那我们就在这次在一起努力，然后一起就是迈向今年的总冠军这样。各位二军的兄弟们，恭喜你们今天拿到总冠军。然后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努力，朝着总冠军迈进。各位二军的兄弟们，还有打钢组们，辛苦你们了，你们表现得很棒，我都会为你们加油，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努力，还是要练球，好好练球，加油！恭喜你！ Hello， 各位同袍兄弟们，大家好。先预祝你们，先恭贺你们，拿到二军的总冠军。希望，也感谢教练团和许明杰学长，许明杰学长的带领之下，能够让二军拿到这一次的总冠军。那我也希望说学弟们能够奋发图强，那不要因此而觉得说满足。那希望大家还是能够更努力的往自己的技术技术发展，然后迈向自己的最好的领域，加油！ありがとうや、愛してるじゃ、まあ。